本棒球巨星大谷翔平跟道奇队签下10年7亿美元的巨型合约。我们台湾时间早上7点在道奇主场也进行了加盟的记者会。好，原本穿着西装的大谷翔平换上17号球衣，还戴起了道奇的棒球帽。现场超过300个媒体记者到场。好，明年3月的时候，他会迎来道奇例行赛主场的开幕战，对手是红雀队。目前最低票价是已经翻涨超过1倍，最贵票价是来到新台币30万。